这谁呀？谁付的？소환사가 다시 소환사의 협곡에 오신 것을 환영합니다. ADC 塞纳呀，ADC，行。一级俺们是有点无敌的，所以在野区不太害怕。这就不帮他看着了，这么地儿吧，这把的阵容缺点东西，缺点硬控。不过对面控也不多，可以接受。怎么感觉怎么玩的不太得劲儿呢？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干哈呢？你啥意思啊？哎呦我操！生，生也没用。回家嘞，这是什么玩意儿呢？这是呀，他居然知道我在草丛里面。这波兵线我跟你们说是可以不吃的，知道吧？但是炮车经验这一定得吃。我们经验吃的其实已经差不多了，可以回家了。有些兄弟一定会感觉，哎呀，你亏呀，你血亏呀！我跟你说，其实一点都不亏，因为我们经验它没落。虽然这鳄鱼它16个刀吧，但是我们拥有了400块的经济啊。你别看我几个刀没用。往右边走，可能有包女，这波稍微小心点，包女她不一定能走，包女居然没在，刚才如果我硬追着鳄鱼又死了，她吓唬了我一手。回家了，刚好进塔，不错。双长剑，一个小药，他有一瓶药。下波可以利用点盐试一试，能不能杀他。经验是一样的，发现没有？其实经验我们没有亏，钱其实我们也没有亏，比他多了能有300左右。
他这波应该到五级半左右，这波经验我们吃完往前推，然后找机会跟他打，他跟我打，我们就升六，升完六就把他一杀，游戏结束。哎，舒服了。这个谢尔咱不控啊。啊，控一手，那鱼亏了。那鱼上线儿，这线儿刚好卡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鱼并不知道我们要升六。哎呦我操！不走，老那鱼。其实刚才这个 Q 不补兵好了，应该打那鱼的。亚马特，直接推，这波红友把包女的红给他偷了。这就是线权，知道吧？你只要能推线推得快，把药吃了，这波好像可以杀，试一试。他在塔下，我们可以先耗他一趟，先抠一下。传送，回去了，这边得回啊，出个小冰盆。也说一声好，他没有 R， 凯隐就是可以试试能不能杀。这样那鱼带着传送呢就没有什么意义了，知道吧？他应该是没大，
这波可以随便跟他打啊，随便跟他打。飘闪。喂。还能创一头，来吧，继续来一刀，屁股别露，露屁股了，回家，舍不得放先锋，是。为什么这个位置也能看见我呀？我在这里回城，他的眼儿插在了这里，怎么会没卡视野呢？哎，不回了。加掉了。黑切吧，出黑切，回去收一下。小龙还有1分50秒。哎，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我想说，打野为什么后放先锋呢？因为如果你是先放先锋，创了3层塔皮，那么后边的塔皮呢，这个你人用人去打的话啊，就不行了，这个塔就拆不掉了，知道了吧？不是他不舍得放，是他刚才确实是不应该放，应该等到还剩2层半，差不多快3层的时候再放塔皮，再放那个峡谷先锋吃塔皮，学到了吧？哎，学到了就可以啊。中路咱就不去了，把这红 buff 一收。哎呀！我往上走，拜拜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。减速，气完了，看到没？气完了，气坏了。哟，致命点炎！你这个小驴人，你不死？哎呦我操！行啊，小驴人。小绿人挺细节呀，这个小绿人呐、啊，哎呀，提升了。小龙给了吧。小龙给了，塞拉斯去上路收兵，我们去中路。
再守，别着急呀，着什么急呢？不再守吗？该团战了，这大招好了，该打团了。大招怎么大不到人呢，兄弟？可以打。好大这巴德，巴德好队友啊！你来。可以拆个二塔，感觉不能拆吗？不能拆，算了吧，回家拿峡谷先锋的。这波是一波五打四吧？是五打四不？还是五打五？我不知道啊。鳄鱼不知道死哪了，鳄鱼死下路了，那是五打五。鳄鱼死下路，说明是五打五。这波五打五，俺们打胜利了。他家真是一点伤害都没有。打了吗？可以打。可以打。咱俩把上路把这鳄鱼杀了。来。杀鳄鱼。打野为什么不来呀？打野。这里头应该有眼，要么就这里有眼。反正我们必经之路上肯定是有个眼儿。走，不好，不太好打。往这边走！这都干什么玩意儿了？这是。干啥呢？哎，不救他们好了啊！不应该救他们。你就别上了，你也打不死人，你说是不是？你再死了，完了闪现还交了，别上了，别往上上了。三条龙了，下条龙抢不着怎么办？哎，龙可以拿，这波龙可以要，来，这波可以要龙。升个级，呀，这没升级。这整的半天，我就收了一个兵，真的半天就收了这么一个兵。
来中，小驴人。这得打架，知道吧？这得打架。大龙可以，巴德死了，那说明没有视野；包女死了，那说明没有人能抢龙。这把，这波这个大龙应该是拿下。这是谁呀？跑得那么快，小驴人是吧？干啥呢？这是直接回家。不行，不能回家。这波回家，队友打着龙，可能不一定能打得下来。带个军团盾。其实鳄鱼的装备跟我已经差不了多少了，这鳄鱼。鳄鱼上一波收不少人头啊，兄弟们呐、啊，实在是没地方给兵啊，是给点兵啊，杀谁不好，杀俺们家鳄鱼，可得好上啊。还得就是我这个可以干呢，不太能干，没大招主要是，我也有大就好了，没有大招啊！哎呀，刚才呀，这猴的大招吸地咋这么慢呢？这猴，我强烈建议猴的大招需要加强一下，他73秒的吸地呀。还是不行。鳄鱼的装备比我好，因为鳄鱼一直在收兵啊。我们家谁收兵呢？我们家是这塞拉斯把我上路线收了，这个卡莎把我中路线收了。所以我没啥地方收兵，你知道吧？这么不太好拆，不急啊。这么鳄鱼还是可以打的，这回可以推。不行了，拆不了了，走吧。小龙啊，快点打了吧呢，把小龙快点打，正好那个塞纳回家了，赶紧把小龙打了。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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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撤。你们自己看啊，这鳄鱼永远都有兵收，但我们永远都没有兵收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导致这把的装备没有鳄鱼好，这也很正常。
45级。赶快赶到战场。哎，杀鳄鱼，杀马杀 ，nice， 拿下，勾引一波包女，叮，拿下。